2017年9月30日，为庆祝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及中国国庆，基督城中华协会、基督城市议会、中国驻基督城总领事馆联合举办的华人华侨庆国庆、迎中秋、健康快乐行活动。活动当天，除集体徒步行外，还有一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表演。基督城的华人华侨演员们穿着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旗袍，为观众献上一个别具生面的旗袍秀。